办的第二届廉政杯辩论比赛，我是本场的主席。首先介绍今天的辩题，今天的题目是我国应成立专责廉政肃贪机关。接着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在主席左手边的是文化大学的刘佩珊学姐，大家好。在主席正前方的是辅仁大学的张文慧学姐，新张文新学姐，大家好。在主席右手边的是动物大学的陈柏林学长，大家好。接下来介绍本场比赛的队伍，正方东吴大学，正方一辩王平成同学，大家好。正方二辩钟子蚕同学，大家好。正方三辩李玄平同学，各位好。反方清华大学，反方一辩吴正吉同学，大家好。反方二辩廖修武同学，大家好。反方三辩苏芳怡同学，大家好。接着介绍本场比赛的赛制，本场比赛采新式奥月钢四五四制，即申论四分钟，质询答辩五分钟，结论四分钟，铃响将于发言停止前一分钟按铃一响，请示范。发言停止前三十秒按铃两响，请示范。发言时间停止时按铃三响，请示范。届时主席将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现在请双方结辩士上台抽结辩签。抽签结果由正方先结辩，为使比赛进行顺利，请在座各位将手机调成震动或是关机。主席在此宣布，比赛将于铃响一分钟后开始。各位好，李慧中教授的专论中指出，行政权官僚体系最为庞大，掌握的资源也最多，本来就应该受到最严密的监督与制衡，才能够达到杜绝贪渎舞弊。要能够监督制衡，其监督机关所掌有的权力与地位就应该要与行政机关对等。情况下，专责廉政肃贪的单位就是调查局的廉政处。问题来了，一个小小的廉政处也不过就是调查局的下属内部单位，而调查局隶属于行政权之下。前调查局局长叶盛茂在任职期间还参观过总统的政治大手与小跟班呢。让廉政处担任监督责任，这种设计先天上就有问题。想让他们监督自己的长官与幕僚，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因此，根据吴嘉莹硕士的论文中指出，五年来贪渎案件节节高升，2001年到2002年更高达181亿元。平均贪污金额上涨两倍之多。再根据周志平博士的专文中指出，台湾政府官员收红包、拿回扣的现象，已经严重到美国贸易部将台湾的廉政贪污问题列为重大贸易障碍。瑞士洛桑学院所做的廉政评比，台湾的廉政
指数更是连年下滑，这再在显示出这套制度本身设计已经有了先天上的缺陷。此外，现行制度还有以下三点弊害。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国诉讼法对于政府机构提起诉讼的规定，只有政府机关可以提起诉讼，并且利用假扣押程序冻结贪污者的财产，以防止其破产。所以，单单只是向调查局连任出这样的内部单位，因为本身不具有诉讼法上的地位，需要转交有独立起诉讼地位的行政机关予以起诉。在程序上，比起自己就是独立机关直接起诉来的慢，从而造成案件的侦办拖延。其结果是，一旦犯罪者得到消息自己可能被移送到检察官那里，就立即脱产脱光光。最后，这些蛀虫从国家吸取的民脂民膏一毛都拿不回来。保护通讯专刊中就已经严正指出，所有案件的总贪污金额只有16%能够被拿回来。第二，就算贪污犯罪的人存到案件被移送到检察官那里，都不懂得要破产。在检察官同样隶属于行政体系的情形之下，根据《新浪杂志》的报道中指出，特别是在侦办侦查行为侦办上级立案时，检察官常常会受到上级单位打压。例如，谢文定检察官因为拒绝保护部要求不起诉吴福生而被调职；高兴武检察官因为侦办高层涉贪案件，后来被迫辞职。检察官的心也不是铁打的。倘若检察官因为担心自己的前途而有所偏颇，直接选择依职权不起诉处分，贪污犯将继续得以逍遥法外。第三，就算检察官表面上顶住压力，打算做孤胆英雄对抗强权，可是检察官大多积案严重，常常会因为绩效考量而选择性办案。怎么说呢？就是先侦办简单案件的犯罪案件，把性质上通常比较复杂的贪污案件往后搁置，这一引荡的结果，就让贪污者有机会可以湮灭证据，甚至是脱产。刘成武检察官在侦办请文弊案时，因为公务繁忙忘记上诉，居然让涉嫌重大的教育部部长得以脱罪。拉法爷弊案中的汪传甫，就是在检察官拖拖拉拉的时候，将贪污所得全数脱产成功。根据第一点和第二点，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一个独立能进行起诉的廉政诉贪机关。再根据第三点理由，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廉政机关不仅仅是有起诉功能就好，它必须是专责的廉政诉贪机关。那我们这样的制度该怎么设计呢？在我方的制度之下，打算将现有的调查局廉政处提升等级为廉政诉探部，并将其改立为在监察院底下，并且以法定额度保障其最低预算，避免行政权的不当干预与打压。再者，廉政诉探部提升为机关，在诉讼法上就可以独立行使冻结财产的程序，避免贪污者脱产，而我方更进一步给予独立起诉权，避免现况下检察官选择性办案。另外，在成立协助贪污罪，只要故意帮助公务人员贪污者，都在廉政诉探部的打击范围之内。至于机关首长的任命，资格上已担任过高等法法院院长为限，并且由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选举之。内部人员任用上，将比照检察事务官、司法官与调查员的考试方式录用之。我方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够有效打击日益严重的贪污犯罪。谢谢大家。反方二辩上台质询。大家好，庄辩你好。庄辩你好。庄辩，您方告诉我们说，现况下有三种弊害，一个是没有这个诉探机构没有诉讼地位，然后检察官会受压迫，然后会选择去判。诉讼地位是指，所以您方说不能冻结财产，是假扣押，是强制起诉。所以您方认为说，您方成立一个廉政专职机关解决现况下的问题。庄辩，现况下的问题吗？是。好，庄辩，来，现在您方告诉我说，您方成立一个廉政专职机关，它就可以行使假扣押，是因为廉政专职。廉政的这个专责机关有起诉诉讼权。因为它具有诉讼法上的被当事人适格，所以拥有诉讼法上的原告名额。来，检察官有没有？检察官有没有诉讼法上的地位？现况下检察官有诉讼法上的地位。有嘛？对。那现况下检察官只要一起诉，就可以冻结他的财产。都没有，所以我们才说，根据那么多的毕业，根据那么多现况都指出告诉我们，现在检察官常常会因为绩效的考量，选择秉性办案，或者好来或者方面我还没说完，你怎么一直来嘛？东西让我慢慢说。在信封这样会有选择性办案的可能，所以因为在信封，方面不要跳点，不要跳点，我一直没有跳。方面，您方是说先没有，或者是因为他听我问吗？听我问，我还没说完，你怎么样继续问呢？好，那你就慢慢问。方面，您方告诉我说，现况下没有办法实行假扣押，
但是宪法检察官可以实行假扣押嘛？对不对？没有，所以宪法下检察官可以实行假扣押，没错。可他往往会因为公务繁忙忘记，又是来不及起诉，因为案件侦办太难，就导致他来不及行使假扣押这种强制处分。所以您刚刚认为这是检察官的疏失的问题，对不对？没有，这不是疏失，这可能是疏失，亦或是在有种情况之下是没有疏失，但是却会导致这种弊案的发生。是什么原因？没有在信用债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案件侦办太难，来不及作为起诉一波的假，民事上的起诉进行强制处分。简单来讲，你方认为检察官太忙了吗？对，没有不耻，你怎么一直误解我方的意思呢？你没有讲清楚啊。没有，那你还希望清楚哪方面的清楚？我慢慢解释给你听嘛。您方认为检察官因为他会选择性办案，所以没有办法会太忙来不及进行假扣押。没有，我看你还是不了解。我分三点跟你解释。第一点是我方认为他们会有选择性办案的可能，因为重案件重大情节轻重和绩效的考量。第二点，我方会认为他会因为太忙，所以来不及起诉进行民事上的起诉，获得假扣押处。假扣押的强制。第三点，我方会认为往往会因为案件情节重大的不同，所以导致他侦办的时候还来不及。获得足够贪污事证，所以来不及作为起诉，而我方就的确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好，来，我们接进来。刚刚没有，您方告诉我说，对，还有对我们还有，或者是在限控之下，可能他会因为受到上级的打压，有政治干预的情况，这又跟您方刚刚说三点里面的第一点有所雷同。好，没关系。刚没有，您方告诉我说，检察官太忙，导致他来不及实行假扣押，没错吧？对，这是原因之一。所以说，检察官太忙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让检察官更忙一点呢？比方说，我们施行，我们给他一些法务助理啊，或是怎样情况减轻他工作负担？那反而言之，在您方的情况下，您方的检察官有没有变多？对啊，没有，我得先告诉你，在现况之下，他们其实就有检察事务官，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嘛。那您方的检察官为什么可以不忙？对面我帮的检察官还是一样忙，只是我们的制度里面，他就可以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予以及时提起民事起诉以及强制起诉处分决定。对，您方检察官一样很忙，那我方检察官一样很忙，两方都想惩治他，但为什么一样忙情况下您方就来得及起诉？没有，因为在现况假扣押呢。王斌，那你要让我回答了吗？好了，请回答。王斌，那我方要告诉你是在我们的制度之下，我们这个就不会那么忙，因为我们就专责于办贪污案件，他不会再像现况之下，这是第一点，他不会再像以往你们什么案件都要办，脱内裤也要办，脱失临时犯罪也要办，我们就只办贪污案件，所以他不会像你方那么忙。第二点，好，王斌，我了解了啊。那对，所以对方没有您方侦结这样一群检察官来专责负责看案件就好了嘛？都没有。可是我们在信封之下发现的是，问题不只在于检察官，还有在调查局的，像是叶盛茂这种一直事上，所以我们就将叶盛茂怎么样？对方没有在信封之下，你不知道叶盛茂怎么样？对方没有，你可能不知道。对方没有，我方不了解。对方没有，就是叶盛茂隐匿总陈水扁前陈水扁总统隐匿情，他替他隐匿情资，对于贪污的事件隐匿情资，然后呢？没有，所以他就是有罪，他帮助贪污的人隐匿情资，作为一个调查局总头子，一个维护国家。没有，您方的调查局跟我方的调查局是一样的。没有，我方的调查局跟你方的调查局不一样，你难道没听我申论吗？没有，不是同一批人吗？没有，我方第一个，我方将直接将其置于监察院底下；第二个，我们改任了。他机关首长选任方式当然不一样哦，所以对方没有，您方认为是重点是机关首长选任方式会不会受到上级层次的制约？不止，对方没有，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申论？听了，但是讲实在不太清楚。对方没有，那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你机关问我。来，对方没有，您方告诉我说，检察官为什么会选择性办案？对方没有，在现况下，他可能会因为绩效的考量，或者是案件重大的情节与否，导致案件侦办长久与否，导致他选择性的办案。对方没有，那为什么在同样情况，您方就不会选择？我刚刚就说过，在我方的情况下，我方的廉政肃贪部，他不是检察官，他是拥有独立起诉权的调查局移植过来的，并且他只办贪污。所以他不是检察官，但是他有检察官权。他有独立起诉的权利，他有检察官，他有独立起诉以及民事起诉的权利。谢谢大家。请反方一辩上台申论。
大家好。然后在我们刚听完正方跟辩论之后，我们再考，再看一下，今天到底正方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现在看题目，到底什么是廉政？根据世界银行的那个治理与反诊断工具的这个报告里面指出，廉政它包含了公共部门的一个制度的改革、解除管制、总体与贸易的改革、公共贸易及传播、政府的执行力、财政部门等003共有14个点，而其中负责速摊业务的其实只有其中占其中一个点而已。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哦，其实我们今天世界各国要判断一个国家它到底廉不廉政，政治到底清不清廉，其实绝对不是只看国家到底贪污案件抓的多不多，到底起诉人多不多，而是要看这个国家它整体可能行政效率啊，或者这个国家整个 GDP 什么这些这种评核的标准是否比较高的情况来判断。所以好 ，OK。好，那我们看完廉政的定义之后，我们再看下正方初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正方初他只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速摊方面有一个努力。对，那我们先姑且不论他能够做到多少，但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正方对于其他部分的他们要怎么样进行改善的问题。所以我刚先对他帮的这个专职的廉政机构产生一个合理性的怀疑，他帮到底能够做到完整的廉政机构，我帮不明白。好，在我们重新确定了那个廉政的好，在我们看完正方告诉我们东西，我们看一下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本法第九条。他告诉我们说，业务与现有机关执掌重叠者，或是业务可由现有机关调整办理者，不得设立机关。所以，当我们违反这个法条，违反他立法目的的时候，我们将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具有达不到相对应的效果。好，那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对于这方面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以不违反此法条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他方必须要论证告诉我们，他不会违反这个法条。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在这个法条规范下，我们正反双方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东西。好，在我们重新确定完一个廉政的定义和正方要负一个责任之后，我们再重新讨论。我们知道廉政的范围实在太大，所以先问到各个部会里面，它都会有一个政风处的一个进驻。而为了增加直属于法务部的政风处和其他各部会间的一个沟通跟交流，又或者是我们要增进各部会间的一个互助合作，我们行政会最近设立一个中央廉政委员会。中央廉政委员会，然后它这个委员会是由行政院长担任总召集人，然后由行政院的各部会会长兼任委员。然后例如说可能像是外交部的部长他主管国际行政的一些交流合作，然后教育部长他处理一些那个廉政教育的一个宣导的规划，然后经济部他可能主管水利国营事业的重大投资，他们这每部分都跟廉政业务是有相关联的。简而言之，政府的大大小事每件事情都跟廉政有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部会可以帮我们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像今天可能交通部方面有一个交通部上面的政风处有一个廉政案件，他要开始侦办，他就可以向他的上司法务部政风处去反映说，哎、欸，我需要点帮忙，然后由法务部上去到这委员会之后，跟交通部部长进行讨论，然后因此他就可以从交通部这边负责，可能取得一些交通部的一些专家来帮助他们办理一些案件，例如说可能这个马路啊，到底拓宽对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件好事，或者是这个、那个道路的开拓有没有谁收购回扣金，或是金额报账不实的一些问题发生，然后再来又或者是当接外交部。我们希望能够派人到国际进行一些廉政机构的一些研讨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廉政机构直接拿，就是直接派廉政，直接派政风处的人才出去这样子。嗯，好，之后我们看到一些那个廉政，它包含这么大内涵之后，看到我们各位这些合作之后，正方出来只告诉我们，他们可能可以多抓一两件贪污案件，他方可能可以利用一些制度整合去。哦，对，还有一些事情就是，今天对方没有好像没有搞清楚现况，今天对方好像没有搞清楚现况下一些制度，现况下有政风处跟调查局、廉政处等等机构，其实不是只有政风处在处理一些廉政业务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好，今天对方没有他上来告诉我们的，对方没有他们上来告诉我们，他们认为现况下的一些简要起诉都没有他告，总共只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他们认为现况下检察官权力不够，所以他帮要加强检察官的权限。那到底加强检察官权限跟这个机构到底要不要独立，我方才都不太明白。他方只告诉我们说，可能检察官现在一些可能速摊机关啊，检察官可能太忙。他们可能没有充分时间去审理一件案件，但是在通病没有增加检察官总人数的情况下，他方如何让那些检察官比较不满，能够去查一些速摊的一些廉政业务，我方并不了解。好，抱歉。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您方现在是更改现况，成立一个中央廉政委员会，对不对？
哦，没有，我都没有，这是现况下制度。哦，你认为不好意思，那我误解。所以你那认为你没有改变现况，这是现况下的制度。是。那你营方有改变其他的现况吗？有做任何现况下的更改吗？现况下更改有吗？当然有。你们有针对现况下的问题，或者是你方认为现况下有必要做更改吗？有。那请问你方更改什么呢？我方提高检察官权限。就像您帮检察官能做到什么样程度，我帮检察官就做到什么样程度。哦，东庙，我想简单的请问一下，你提高检察官权限是什么意思？哦，东庙，您帮不是刚告诉我们说，可能检察官太忙，您帮专门设立一批人，专调查检察官。东庙，那我要问你，东庙，你能理解为何我方检察官会比您方不忙的原因吗？哦，东庙，我不明白。不能嘛？那是你刚刚问我问你，我解释看您方可不可以理解。情况下成立了专责机构之后，我的检察官是不是只处理贪污案件？东庙，我不明白。东庙，你检察官人数没有增加，那？没有，很简单嘛。检查人数虽然没有增加，但是我要处理案件变少了。都没有，我不明白。那难道国家其他案件都不用处理吗？我刚才不明白，为什么你会特别舍弃其他什么什么杀人放火抢劫这些案件？都没有，因为其他案件可能在你晚点处理时候不会产生弊害，但是我已经论证过了。贪污如果晚点处理，都没有。那我问你，你方认为脱产一个贪污案件的钱脱产追不回来是不是一个弊害？那根本我不明白。那今天一个杀人案件，他你要用嫌犯很多时间去回事？都没有，我问你一下啊，就是现况下，如果贪污的案件的金额、贪污所得追不回来，是不是一个弊害？都没有，我方也认为杀人案件没有办法破案。都没有，你们先回答我，这是不是一个弊害？都没有，我方认为两个都是弊害。好，都没有，所以你也认同贪污所得没有办法收回是一个弊害。所以如果因此因为检察官，所以都没有，您帮我比较告诉我哪个弊害比较严重？都没有，那我问完嘛。都没有，没有，那我问完嘛。是。这些情况下，如果检察官因为选择性办案没有办法先办到贪污，或者是因为他业绩太忙了，都没有太忙没有办法办到贪污导致脱产，你方认为这个弊害要不要解决？都没有，我方不明白为什么选择性办案只在选择性不办速贪案件，而为什么不是选择性不办其他的？都没有，因为我们新闻上已经显了一件事，如果你今天那都没有更改成您方的制度，都没有让我问完嘛，不好意思。都没有，因为我方写了一件事，如果你在选择性办案的时候，贪污的弊害是会马上彰显的。因为我们都能够理解，一个贪污不只是应该要把他绳之以法定罪，而是更能够把人民的纳税权追回来，才是我们速贪的目标，对不对？都没有，我方不明白，我方都没有，认为所有的方案你先觉得罪犯都是我们追求公平，对，我们都希望把他绳，都没有把他绳之以法，都没有报告，都没有，那我问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先平和下来问是。方便有，如果今天一个杀人案件他被拖延了，如果他在起诉过程当中需要花很漫长的时间，但是你只要把他定罪之后，杀人这个犯案抓，这个杀人犯抓到之后，就能还以社会公平公正，对不对？是不是？是吗？社会公平公正。对吗？你只要把杀人犯定罪，你就把你今天当然你杀了的人，你那个人命你追不回来了。所有的都没有，都没有，没有，你人命追不回来了。所以你最主要的，现在司法上能做的事情，就是值得把那个杀人犯定罪。可是唯一我们司法能弥补，对不对？是不是？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杀人的你杀掉那个人的命拿回来，所以我们只能透过把你定罪来达到维持社会公正的方法嘛。但是贪污案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我今天贪污犯，我单纯把贪污犯定罪，但是我即使把他定了10年、20年，他过了他关牢期间之后，他可以借由脱产的方式去享用他的贪污所得，意思就是说那笔钱拿不回来。汪队，你认为这样的速贪有意义吗？在这种情况，我们正反双方，除非您帮提出个新诉告诉我说，您帮我把那些贪污所得钱收回来。汪队，所以我告诉你，我帮不了。汪队，所以我告诉你嘛，给予一个机关的地位，让他有民事上的诉讼权，可以进行扣押的动作。让他避免掉现况，就像检察官因为太忙，或者选择性断案，没有办法追回。我明白扣押跟追回那个钱。当然，都没有，都没有。假设我合理，我帮我解释给你听。如果我合理的怀疑你欠我钱，我跟法院，对不起，牺牲你一下。我跟法院申请说，我合理怀疑你欠我钱，我希望法院先申请你扣押，先向你扣押你的资产，以防你今天把你的资产完全脱离你自己的名下。假设你已经有太太了，你跟你太太进行假离婚的动作，把你资产完全转移到你太太名下。所以都没有，这时候您方告诉我是您方认为人权的部分会比都没有，所以我都没有，这跟人权没有关系吧？为什么现况不让那些都没有？我刚刚讲的是机构有假扣押，有扣押的一个职权，有告诉我您方可以有啊，都没有，都没有，我告诉你，现况之下。就是民事诉讼法第40条，只有自然人、第一自然人。好，那我不好意思，我没有带上来是我的疏失。那我先口头上先跟你解释。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一个，应有扣押假强制性扣押或是当事人事隔的地位的，只有第一个自然人，第二个法人，第三个是中央及地方机关。
所以因此我方告诉你的是，为何我方成为一个机关的论证要点是来自于我希望他拥有当事人适格的能力，就是提起诉讼能力，可以执行假扣押，先把贪污所得，把贪污所得先定下来。假扣锁定下来之后，我们侦办所做到的事就不像您方现，或是不像现况一样，我顶多只能把贪污犯定罪，但是贪污所得却只有16%追得回来。我方在16%那一块可以做比您方更好。谢谢对方辩友。首先，来看一下他们给我们的攻击。他们告诉我们说，先放下。他们认为说，廉政处他们是有防贪的效果。告诉我们说，廉政处不该改。但我方其实有疑惑，是我方根本就没有想要改廉政处。我们认为廉政处非常完美，为什么要改？我方认为说，有问题的到底是什么？是调查局还有检察官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调查局和检察官有哪些弊害。我们看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当你今天检察官他在办案件的时候，他有风声的时候，开始产生会有脱产的现象。我们有资料指出说，有16%的案件，他即使贪污起诉成功了，可是我们却发现说他没有，只有16%的钱有办法去追回。而我方也有例子可以提出说，今天就是汪传在那个拉法叶案件的那个汪传福，他就是因为他利用脱产的方法，他把钱给他的妻子，给他妻子之后，他把他妻子送出国之后，即使今天这个案件汪传福他定案成功之后，他关了5年出来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他还是可以享用他那些脱产的那些钱。所以我发现在这个情况下，他方是无法解决。可是我方的情况下，为什么可以解决？因为在我方的情况下，我方给了他一个机关的身份，在这个机关的身份上，他可以行使民事诉讼权。在他有民事诉讼权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把钱追回来，他有办法自己主动去提那些去按铃，去把那些钱给追回。再来，我们看看他方第二点的弊害。我方提出很多的案件，让他们知道说，今天有可能会有上级打压的状况。第一个是谢文定检察官、高兴武检察官、彭少年检察官和林一华检察官的案件。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案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谢文定检察官施茂林要求谢文定给陈水扁再一次机会，在法庭他是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但谢文定拒绝了。施茂林又说吴淑珍身体不好，叫他不要起诉，谢文定要拒绝。到最后结果是什么？谢文定他被调职。再来第二个案件是高兴武的案件，吴天慧是司法院第四厅的厅长，当时他被起诉之后，他还大大扬言说他不相信有司法官不收钱。刚刚好今天在高雄检方，他就是不收钱，而检察已经曾多次阻碍，但是高雄检方还是坚持要办，就到最后结果是什么？高雄检方他被迫辞职。再我们看一下彭少明检方他的案子，他办理法务部长萧天赞涉及的官说案件，结果到最后结果是什么？检察总长剥夺彭少廷检察官的书记官司机，不给他行政协助，遭受到威胁，被迫放弃办这个案件。再我们看林英华检察官的案子，林英华检察官他在叶龙集团中贿选的时候，叶龙集团他贿赂了检察总长，就到最后在征讯的前一晚，他要先征讯叶龙集团的总裁的时候，结果马上下令此案必须移交给另一个检察官，但从此以后这个案子没有再被案办，没有再被提起了，这就到最后的结果。所以我们发现说，今天在检察官有可能会被上级打压问题，他方无法解决，但为什么我方可以解决？因为在我方的情况下，我不用靠检察官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廉政机构，我们就有权利，我们办法，我们赋予他刑事的诉讼权，所以我们
们有办法去提，主动去提告，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在我们方的情况下，我方是可以定罪的。再关于第三点，我们发现中间还有个弊案是，今天检察官他太忙了，他有可能会造成他会拖案。这景文弊案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在十天之内要看上千页的判决书，导致说检察官因为他还有其他的案子还要办，导致他忘记导致案子的拖延，就到最后景文弊案却没办法定罪，因为他已经定验了，过了起诉的时间。可是在我方的情况下不会有这样的原因，他方攻击说我方检察官有很忙，但我告诉他我们不是靠检察官做这件事情，我们靠是我们的机关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机关有办法，他们只办诉他的案件。所以说他们马上就可以对这些贪污案件做出起诉的处分，也不会因为产生太忙问题导致搁置。而我方也是在贪污案件最后一道防线。再我们看一下选择性办案的方式，他方告诉我说选择性办案他可以配置对给很多的检察官配置多一点检察官给他做这件事情机会，但我们却发现今天你不可能说一个检察官只配置一个案件，你一定是配置复数性的案件。当他今天配置复数性的案子案件的时候，柿子一定有硬有软，但检察官还是有很挑软的柿子吃，因为他还是要顾到自己的业绩压力。所以说我们发现说当产生这样的情况之后，他方还是无法解决这一方面弊案。但我在这五方的情况下，因为我方的制度他有办法主动出击，他有办法有刑事有民事诉讼权，所以说在我方的情况下他有办法把这些问题都把它解决掉，因为他不只办诉他的案件。你好，非常便有。首先，我方一并告诉你一份资料，就是世界银行的治理与反贪诊断的一个标准，里面提到十四项的标准，有公部门制度改革，然后公共支出与财务管理、公共行政或者关税与国内税收等等，有十四项的这个标准。那您方所提到的防贪然后抓贪腐案件，这只是其中一项第九条的执行力的部分。那请问一下，其他的这十三条，您方用什么方式来改善它呢？主要辩友，在我方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把现况下的廉政处废掉，政风司我们都没有废掉，我们只是单单把调查局升格。所以您方觉得这样子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了吗？对，为什么现在的制度就是不改变现状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因为没有改善理解，没有改善。您方其他的机关都没有改善现状，为什么可以解决这十三项问题？因为我们告诉你，问题根本就不在廉政处，廉政处很完美，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检察官跟调查局的方面。有，您错了。现在我要问，就是您方只提到第九项执行力的部分，其他十三项完全都没有提到，您方又跳回执行力的部分了。我要问的不是那个。张斌，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告诉我说今天执行力，我做执行力做比你好，这样到底有什么问题？张斌，我方要说的只是其他十三项，您方完全没有用什么制度和其他的方法，我们用现况下的制度就已经可以解决。我们已经告诉你，我们并不会改变今天政风处、今天政风司、政风处的制度。好，谢谢。对，好，最后面我们来总结一下。好，您方刚刚说就是你要负有这个独立的机关的民事诉讼权的权利，然后什么检察官可能会什么太忙啊，可能会吃案，可能会什么柿子挑软的吃。总归来说，就是检察官有问题，对不对？对，而且问题有非常多，而在您方情况下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后便有您方赋予这个独立机关的民事诉讼权，是为了要取代检察官吧？我们认为说在让他可以履行检察官那个职权，对不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就是在您方机构里面的检察官，只是他们叫检察官而已，对不对？没错，对，好，谢谢。那最后便有刚刚您告诉我们一个上级打稿问题，请问您方便有您方的这个机关里面的首长是怎么选出来的？刚刚听到好像是大法官是吧？对，没错。好，大法官，你知道大法官怎么产生的吗？我知道大法官他是有提名，而且他提名的任期，而且他提名的任期比总统还要长，所以说他们不会产生干预的问题。再者，既然是由总统提名，你怎么能够确保他不受总统的干预呢？庄辩友，你要不要让我回答完？再者，在现况下的大法官他在提议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有九个大法官，一个总统一上任之后，他顶多只提三个大法官，那么他提了三个大法官，如何动到其他人决议？对，但是对方辩友，你无法。
方否完全否认这些大法官会受到总统的一个可能就是意志的一个影响吧，你无法完全否认，对不对？我今天告诉你说，今天大法官他是超然的态度。这方面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有听过有一位大法官，我一直忘了他的名字，就是他可能有涉嫌就是喝花酒，或是专门有嫌疑举证。然后这方面有，现在我们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这些大法官既然都是总统提名，他没有办法完全超然于总统的影响，他尽管提名的期限，对不对？先提名的期限是8年，现在总统只有4年而已，所以他没有办法决定，对就可以了。那你先跟我讲问题。刚刚我刚刚说过了，你无法完全确保这些检察这些大法官是完全超然于总统影响力之外。好，我们可以确定。好，我们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嗯。刚刚你刚刚告诉我们说，就是检察官可能会因为太忙啊，然后太多案件，所以他就是可能会拖延到办案情形，对不对？没错。但在我方情况下，我方就在现有的检察署里面设立一群专职的廉政检察官，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定有需要性要到设立民方的专职？所以民方现在要改变制度，你们要做一个专责的检察官，要做贪污的行为吗？我方的意思只是说，用这个方式同样可以解决您方检察官太忙的问题。为什么有什么需要性一定要成立？他不要连检察官还是在法务部体下，还在行政体制，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如果说上级他想要打压，我举了那么多例子，他上级要打压，那您方要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对方辩友在您方的情况下，您方的这个首长是由大法官指派，大法官还不是承袭总统意志来？总我已经告诉你了，今天大法官他选择的方式是超然独立，而且他任期是8年，跟总统的时间根本就没有重叠。好，对方辩友，我们现在回到我刚刚问的问题。好，我刚刚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假设我方现在成立一群专职的廉政检察官，不能解决您方的问题，你只要针对这个问题回答我就可以了。你说专职的廉政检察官吗？对。因为我方提出的问题还有很多，张妙，你可以。张妙，你只要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要看你的问题，好不好？张妙，你把我们先都讲住，然后叫我不要看问题。张妙，这是黑暗辩论器吗？你的资料这么多，我什么办法？这个桌子就这么小，好好好，这样。张妙，那你别不让我拿我笔记本。你把它压在我的就是资料底下，好，我不是故意的。我告诉你说，今天他有可能会有脱产的问题，16%会追不回来，再来是上级打压的问题。对方辩，我们现在就是要一个一个来探讨，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弊病嘛？我们都同意要抓更多的贪污，让台湾更加清廉，对不对？对，对嘛。那现在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刚您方告诉我说，可能是检察官太忙，可能是因为他就是柿子挑软的吃嘛，所以又回到我方刚刚问的问题，到底为什么我方成立一群专职的廉政检察官不能解决您方的问题？那我现在告诉你，如果我方成立专职的廉政检察官，就不会太忙吗？没有，专职专职让我回答完。如果说你要成立专职廉政检察官的话，您方就符合我方命题，因为今天检察官在资料上本身就是一个独立机关，检察官每个人都是个独立机关，我方可以提出下一个资料，可以跟你论证检察官本身就是个独立机关。我对您方这份资料非常有兴趣，请您好好解释一下，谢谢。请反方二辩上台申论。出给我们三个需要性来告诉我们现况下我必须要改制度成立一个专属廉政机构的理由。好，那么看一下这三个需要性在现况下的制度到底是不是改善它，或是三个需要性是否真的存在，或是在他方情况下三个需要性根本没有被改善还是一样存在。好，那么来看一下呢，他们说现况下的检察官很忙，他有时候呢会有这个来不及申请这个假扣押啦，或是这个起诉的情况 会有这个导致脱产贪污的所得追不回来的情况，那他方的根属性正在于是，这检察官非常的忙啊，那而不是在，所以我方的情况下，只要设立一个，比方说类似特侦组的机构，设立一个廉政调查组，来把这个检察官弄到不那么忙，然后专门办这个廉政肃贪的一个工作的话，那就不会有他方所说的那个脱产情况产生。那现况下这16%的问题呢，在我方情况下也可以解决，那这个情况现况可以改善，所以他方的需要性。在希望下改善后是不存在。好，那我们来再看第二个。第二个他告诉我说，检察官因为绩效问题，柿子挑软吃，骨头硬的就不痒。他们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导致有些贪官办不下去。那这个我方都不理解啦。他方告诉我说，这检察官他会柿子挑软的吃，骨头硬的不痒。但是他方的情况下，他方的
伪检察官，因为他不叫检察官啊，他叫调查员，只他要检察官权。他们没有业绩压力吗？他们不会柿子挑软的吃，骨头硬的就不咬吗？那如果不是这样子，他放业绩，他放的业绩要考绩要怎么考核呢？那今天这个状况很简单，他们如果能够设计一个能够完整考核那些调查员，就不会让他柿子挑软的吃，骨头硬的不咬情况的考绩方法的话，我方把他照样搬来放在我们现在的检察官考核体系就好。还可以一并解决其他案件，比方说死刑啊，或者是强奸啊、强盗，或者是什么掏空案这些柿子软的吃，然后硬的就不咬这些情况，我方还附带了很大一批利益嘛，对不对？这他方就没有办法有。好，再我们还要在他方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需要性，叫做检察官会受压迫的情况。好，他方举出一大堆例子啊，比方说这高新武检察官啊，或者是这个谁谁谁检察官这受压迫。那这个事实上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仔细回想一下，这个检察官到底会受压迫，是什么样可能一个情形？那我知道检察官的顶头上司，他们老大叫检察总长。那检察总长产生程序什么样子呢？在检察总长产生程序是总统提名出来，那交由立法院同意，那才能够就接受这个任命。那现况下检察总长产生，大家可以看到嘛，就是每一个检察总长出来，立法院蓝绿都讨论非常激烈，到底这个黄世明好呢，还是陈聪明好？那还是其他的检察官更好。那这时候事实上会经过一个激烈的讨论，经由这个社会的公平，虽然可能到最后还是立法院的这个多数党得胜，那但事实上这个检察官这个检察总长某一部分是已经取得这个立法院少数或是民众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妥协。那这塌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塌方的情况是经由大法官来决定，大法官是个会议，那大法官的会议都没有，大法官会总是会有蓝多绿少，是绿多蓝少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在假设现在是绿多蓝少了，假设现在是绿多蓝少的情况哈，那任命出来的这个首长，他甚至不用经过立法院多数党、少数党讨论而出现，完全经由大法官的个人意志而决定。所以简单来讲，你只要掌握大法官，你只要掌握大法官会议，你就能掌握下面那个叫做廉政书单专责机构的东西。那他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方告诉我们说，经过总统提名、立法院详细讨论、广纳公益而得到的检察总长会压迫下面的检察官，而他方只经由大法官个人意志而决定的廉政公署长官，居然不会压迫他下面的调查人员，这实在是太荒谬的事情。我方经过了，他们认为现况下经过层层讨论所获得的人选不会有疑问，但他方只经过大法官个人意志所得的人选，居然会一本公正去贯彻他们整治贪污 的思想，这个实在是令人难以所解。好，那再来我们来讨论对方核定性的问题。其实我们前面没有讲很清楚，因为基本上呢，我方为什么讲出那14条的一个定义？因为基本上是对于廉政肃贪机构的定义嘛。他方做的只是肃贪，并没有达到廉政，充其量只是专属肃贪机构，就是专属廉政肃贪机构。谢谢大家。正方一辩上台质询。大家好，方便很好。方便，我想先确认一下，你认为说在行政体系之下，你认为在宁方的制度之下，宁方认为可以，行政院体系下可以有监督机关来监督行政体系吗？没有，不需要检察院吗？方便，那不是在行政院体系之下，他会懂不懂？要整理的。方便，所以你认为这样该不该会变成这样子？就是该不该让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方便，行政院内部有监察机制，然后外部有监察院监察。方便，我知道你要说，方便，我们来先看一下哦。希望在调查局叶盛茂，他是不是就调查局局长叶盛茂，是不是就是在隶属于行政体系之下？如果当他今天办到自己的上级，他是不是就采取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他是不是就营业这个公文？是不是？方便，我只先让你回答，是不是？你知不知道这个新闻吗？知道。对，方便，你知道，所以你知道在新公这样隶属于行政体系下会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们再从检察。方便，这刚才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讨论。方便，我问你哦，在新公这样检察署，它也是隶属于行政体系之下嘛？可我记得应该是，它是在法院的检察署。方便，法院检察署它隶属于行政体系下。好，那方便，我再告诉你哦，在新公这样，我们刚刚举出那么多案子，他都告诉你说，
当他今天办到上级，他会整体剥夺他行政上的杰作，因为是被打压、被调走职位，因为他隶属于行政体系下员工，都要问你周围这点不严重。啊，没有，但是您方也要改善。我也是要问你，这点不严重，我行政还要改善吗？严重，很严重。改善的方法不应该是成立一个独立机关？所以刚刚成立一个独立机关，检察官的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啊！别那么激动，别那么激动，我怕你等会被吓出病来。方便我再问，所以说其实你也认为，因为现在调查局以及检察署，它都隶属于在信奉这样行政体系之下，会，所以你也认为会有弊案的产生，所以你认为它不应该成为这个下辖机关，这、就是第一点共识。方便我再告诉你，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们在信奉这样要不要改成独立驻台检察官制度？你们到底有没有改？我看你二辩好像有点想改的意思。方便我跟你讲一下哈，方便现在特侦组是有一群检察官专门办大案子嘛。那我们不是不是，我只是要问你，你还有没有再改了又改，改了又改，又新增了一个制度，告诉你说检察官只办贪污，你只告诉我这个问题就好了。我们就有一批检察官只办贪污，都没有在信奉这样，你们就有一批检察官只办贪污吗？我们的反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都没有，你们的反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好，所以说我告诉你，这是你方现在变动信奉。那我告诉你，这份资料是我刚刚提出的，在信奉这样检察官，你知道检察署它本身有署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独立机关吗？所以说都没有，你也知道。都没有，来看一下这份资料，他告诉你说，法律明定检察权之行使者是检察官，是独立官厅制，意思就是，非独立官厅制乃数检察官集合之办公处所。所以在信奉这样，其实每一个检察官他都是一个独立的机关，你知道吗？所以都没有，其实你今天合乎了这个命题了。都没有，你可以慢慢看，这个告诉你在法人格上面的地位是在法人格的时候，其实每个检察官他都有可以独立行使机关的四要件的权利，其实他每个人都是一个机关，在法人格上面的机关。所以都没有，你确定你真的要这样改，你就合乎了今天的命题，成立独立专责廉政署和机关了。都没有，你可以慢慢看。那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在现况之下，你认为都没有？你看完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我说没有，你还在看，那我还继续问你。所以说，在你方今天合乎命题之下，我们先透过这个讨论，你只是认为说合乎命题没有关系，但我告诉你，等会为什么有关系？所以我再问你第三点，你认为在现况之下，我们采取所谓的司法院大法官，他用任命的方式，你觉得不公平，亦或是还是会有所偏颇，是吗？是啊，是啊，所以你认为为什么会有所偏颇？你可以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吗？我刚刚讲过，有没有？你再讲一次，别那么不诚恳啊！就是现况下，如果检察总长是经由总统提名，立法院经过讨论之后任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当时最新大法官，这边我分两部分来问你。第二部分，所以你认为他是对于任命的方式有问题是吗？你方任命方式没有解决，我方任命方式没有解决，然后你又认为说他还是可以支配他下属机关是吗？啊？你还是认为这个经由这样的一个任命方式还是会有问题，就是那我对方没有问你哦，在现况之下是不是总统任期是四年，以及现况在大法官是八年，是吧？好，啊，对方没有，对方没有，你还是慢慢看，一边回答我的问题。我要问你是我换个方式讲，会不会比较听得懂？在现况之下，如果有一个人啊，他虽然跟我有所谓从属关系，可是他既动不到我的薪水，动不到我的职位，亦或是对我而言根本他就。跟我而言，除了我是对他负责之外，他根本没有办法把我撤离出这个职位，是不是我就不会受他的支配了？方便，先放检察总长也有任期保障，总统也没有办法动他职位，也没有办法调动他。对对对，现况下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告诉你是在现况之下，检察司法院大法官他基本上不会跟总统有所谓的利害关系，因为从属关系，他跟他上级没有从属存在。他是总统提名的嘛，总统提名他听话检察官，所以说他总统提名而已。既然他被提名之后，就再也动不了他，是吧？但是他还要争取下一次提名的机会。举个例子来讲，我这次提名嘛，但是马英九做八年，但是大法官任期只有五年嘞。如果不听他的话，他下次不提名，我没有大法官。中勇，那我再问你，在现况这样，只要我有这样的，他目前在，我先好，那这个目的我们等会再谈。我们先讨论这八年好，是不是他起码八年都动不了我？对啊，是五年。哦，中勇是五年，大法官任期是五年。中勇好，没关系，这个东西有争议，我们再慢慢讨论。中勇，我要问你是的，谢谢中勇。中勇，你没事，我下次谈。中勇，我们。没有到吗？这个我是在商量。我要到。请正方三辩向台申论。
大家好。其实现况之下，反方对我们提出了挑战，他就主要认为是我们在现况上我们的制度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其实可以分两部分来看。他认为我们在任命的方式下没有办法达到不受行政权干扰的一个现象。但是这时候我们必须进一步提起解释，是他们之所以解读成我们之所以依旧由大法官决定他的署长的时候，还是会受到行政权干扰，是因为大法官本身他是透过总统提名、立法院三分之二同意之后才能任选的。他认为他的任命权还是依旧来自总统手上。但是针对任命权这个部分，我方必须提出的解释是，现行的大法官可能跟现行的行政体系的总统任命他的总统是不同任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一换总统就必须马上换大法官，而是来自于今天我某一任总统选了我这批大法官之后，而且这种事我要选的时候也不能够选整批，我通常只能选少数的，比如只能选三个人等等，以这种少数的方式进行任选，他们是以换批的方式，每一批一批的任选，而不是以今天达到我整批都是以我人的人为主，或是亲我政党倾向的人为主。加上如果今天我总统选出来的人完全都是依我听我自己话的检察官，那立法院想必一定不会同意。所以在此的状况之下，在大法官的行使状况之下，他本身就有抵制的权利。其次，在任命的部分上，为什么会认为现况下行政体系的总长、检察总长会产生贪污腐弊，或者是包庇下属，或是包庇自己长官的情形？不只是完全来自他任命权的指使是受制于他的长官，而是他的职权本身。比如说今天他只要办不好，他就会被撤走。他跟大方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职权是随时受到威胁，他的任期是不受到保障的。今天检察长做不到，或者检察官做不好，检察长做不好，从上而下都有可能会被行政体系人以调职的方式，我可能没有要逼你辞职，但是我可以把你调到偏远地区，甚至把你抽离我认为你不应该办的案件。把那些所谓的公正公义的检察官抽离，可能会办到我上级的案件之中。检察总长本身在现况之下就有行政上的权力可以介入案件的侦办，而如果检察总长本身的权力他的动机是听信于行政体系的话，那就十分有可能介入，并且我方案举证出很多检察官是因为上级的介入因此受到打压的。所以这种状况之下，而我方又不同呢？因为即使大法官在拥有任命权之后，他没有所谓的支配权，就是支配他的下级的廉政公署署长该怎么做事，或是我认为你不应该怎么办。他只有在任命的过程中会产生权力上的利益关系，但是在检察署，在我们的廉政署长做事情的时候，他是不受到任何行政体系上级的打压，他是可以独立行使，他的考核、他的预算都是属于独立的，因为他是有机关的关系。再者是，我方跟他们一边达成一个共识是，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贪污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追求贪污，为什么我们今天他们会认同杀人案要提早定案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是，你杀人之后，你那条命，政府司法体系没有办法帮你追回。但是在贪污案件这件事情下面，我们为什么会强调它的时效性？因为如果一旦贪污的时效性、案件时效性过后之后，他的贪污所得就会因为检察官百密而一疏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最后一道防线，没有我们这样一个机关帮他做这百密而一疏最后一道防线的把守，或者是今天检察官选择性方案的时候，即使林方扩增检察官体系，先不讨论林方是不是合体的问题，其实林方讨论在扩增检察官体系，就像我方陈如方二辩所说，不可能在十几万案件之中，每一个检察官手中都只拥有一个。他还是必须选择挑软的吃。比方说，那我们的状况也会，但是没有，你要知道，我们是只负责贪污这件事情。我们不管怎么样，今天权责上是分明的。人民对我们的贪污诉讼机构要求是，如果贪污案件办不好，小案大案你都要负责。但是你们的检察官有很多的，你们检察官很多的推脱我责任，很多推脱我借口。我今天不办大的贪污案，是因为我有大的杀人犯要案，我不打老虎，是因为旁边有犀牛，有任何其他奇异猛兽，所以我必须得办。你人民怪不了我，你不能怪我失职。但是如果廉政公署他只挑软的柿子吃，他不办大的案子的时候，人民觉得诉讼性就是你负责，为什么这些大案子你不肯去办？只办那些人偷100块，只办那些人偷内衣裤的人的，这是说理不过去。所以在权责分明上，我们的专责机关会做比他们更好。好，大家好，东妹你好。你好，哇，好，那东妹，我们今天。
现在在你们讨我们讨论这么多东西，我们再回顾一下您方最前面要负的一些举证责任，好不好？都没有，我们重新讨论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廉政的定义，好不好？都没有，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份资料。这份是法务部编译，然后是由台湾透明组织共同参与，就是研究的这份我国廉政体系指标的一个报告书。上面告诉我们说，廉政可以解释为受人民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政府部门，以公共利益为考量所从事的各种作为或不作为。它这定义就只是告诉我们说，在这种定义下，除了金钱和物质的贿赂之外，政府的所有活动都构成廉政的一环。所以对面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所以宁邦间到底，宁邦成立这专职的速摊机构，没错，可以帮我们达成五方。那我们是专职的廉政速摊啊？都没有，我们听不出来到底宁邦在其他廉政部门做了什么。宁邦可以像五方一样，宁邦可以像宁邦有办法达到县公家一些什么增进行政效率啊？没有，那我想讲是情况之下，我们的正方有废掉中央廉政委员会吗？都没有，可是问题是，但是我方的警方有废掉专门负责廉政的，那都没有，警方就要先论证为何警方这么偏颇于速摊这方面，而警方很简单嘛，积极于论证与其他能够增加国家跟 GDP 产出其他这些跟廉政事务有关的一些情况，都没有，廉政事务上在防贪的部门上，我方觉得现况下没有必要更改，可是，在速摊的事情下面，为何觉得没有必要更改？真的都没有，都没有，那我想问的是，我方觉得现况下就够，我方觉得现况下这个制度。都没有，除非你告诉我是现状廉政很严重，廉政的问题做得不足够，所以我方只做速摊的时候会忽略到廉政，或者牺牲到廉政的资源。但是现况之下，我们的廉政的，所以宁邦成立这个专职的速摊机构，不是专职的廉政机构。宁邦这机构只负责速摊哦，都没有方不明白为何宁邦这个支付可以。都没有，或者是现况之下，廉政的事情，廉政的事情，防贪跟速摊本是一体的啊。都没有，我方就是告诉你，速摊是廉政的一小分，宁邦的廉政机构要包含注意到我方这么短，要注意到所有。都没有，那我只要简单回答。都没有，你不要激动，我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宁邦所有的疑虑。什么问题呢？调查局的廉政处就是我们现况之下要升格那廉政处，它本来就有负责廉政的工作，而不是只有政风司、政风处负责而已。所以即使我们升格了它，它还是会做它其他廉政。我们在讨论您升格那个制度，它的性格什么样子？都没有，那我清楚回答一次嘛。其实调查局的廉政处就是我们升格的一个廉政公署，它本来就有负责廉政的。都没有，我们讨论您把升格什么样的情况？都没有，您把升格能告诉我们，您让它升格之后，让整个机关让有民事跟刑事的一个追诉权，对不对？对。好，那都没有，您不要只是把变相升格一个检察官，那到底能够对于我们其他政府施政效能有什么样的提升呢？都没有，因为我们看清楚是这个检查体系针对贪污这一块，宁邦还是没有解决到其他施政效能方面的问题，都没有接下来的问题。都没有，问题是这个弊害你没有解决，你是跟我比较其他利益没有意义啊？那你这个弊害到底有没有解决？那如果你都没有，宁邦也没有解决其他的问题，都没有接下来。都没有，问题是接下来的问题，谢谢。都没有，我们再回来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我国的那个行政机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九条，好不好？好，上面告诉我们说啊。业务如果与县公家机关重叠，或是可由县公家机关调整办理者，不得设立机关。嗯，都没有，这是调整不了。所以我们这个前提可以，我们确认这个前提，这是法律 OK 吗？ OK， 可以，好，那都没有再问一个问题，你帮忙告诉我说，你帮升的那个机关，它只是变，就是你帮承认它是一个变相检察官嘛？它有民事跟刑事的一个追诉权，它有检察官的权利，不等于它就是一定是检察官。都没有，你刚刚不是跟我帮了三个人，而且我你们说他就是重点是检察官他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官署，所以我方认定的是我们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官署，而是独立成为一个专职的机关。所以您帮认为成立这个机关，他就要弥补可能检察官人数不够多，可能检察官他有什么怪物本身之类的问题，然后来解决。错了，还有相关的其他问题，就是好来解决这个相关案件。那都没有，我方不明，我方实在不明白。都没有，我不明白是您方能够采取其他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当今天我方这法跟您告诉你说，可由现况下制度调整办理的时候，为什么您不要成立一个专职机关呢？你现况下，你现况下的调整很简单，那只要检察官多加点人口，就多点人进来办案就好了。都没有，那请问上级答案问题、政治利干预问题，您方可以多多增加检察官而解决吗？您方这方面要再更清楚论证告诉我，我方不太明白。都没有，我刚刚经我们从一遍到三遍都一直指证出现况下很多弊案，是因为上级打压而没有办法导致追溯到这案件，甚至促使这个财产不法所得的脱产。你刚告诉我，只要增加人手就好。问题是，他会知道他脱产的原因，有可能是他的上级不让他办，不准他办。就说你方怎么告诉我？对方辩友，你怎么告诉我会增加他的人手就可以解决？对方辩友，所以这个问题也就症结于检察官的权力不够，不是权力不够，而是来自他上级都是行政体系的人。对方辩友，我方才不太明白，我今天你的检察官。对，所以你方现在只认为说检察官他没有一个中立的态度，中立的一个立场，就他没办法中立，他在行政体系之内他就没有办法中立，他的考核、他的业绩、他的职权都会受到上级的打压。
你冒采取方式增加这个机关，然后让他有检察官那个权利嘛？那我方也可以比较同样办理哦。都没有，因为我告诉你，一名人员他不叫检察官，他有等同检察官的权利。那我方这样也可以解决你方所有的问题啊。所以你方在成立额外一个专责机构吗？这不是机构啊，只是他有类似的权利。你身为检察官，你就是一个机关。我跟东明还有你方刚刚那份资料，我帮他交来。东明，你知道现在的行政宪政体系之中，属环保署就是一个机关，而检察官他是所谓的独任制官署，可以交的，可以直接给你。可以看的好，谢谢。刚刚没有，这个时候给我，三遍可以自己用。请反方三辩上台申论。大家好，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我们还是从正方这个题，正方现行架构下的需要性、合理性以及合法性来看看对方现在有的这个架构到底有没有解决现状下的问题。我们先从需要性开始看。正方辩友刚刚在好几轮质询答辩中很清楚告诉我们，对方辩友现在要成立的这个专职这个机关，就是为了要解决检察官的问题。但是到底检察官现行有的这一些困难，到底是不是？他们成立这个专职机构的一个需要性呢，还是其实根本就不用成立这个机构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让我们来看看。张明友刚刚告诉我们说，他可能会就是因为被上级打压而无法就是随心所欲的施展他的公权力。刚刚对方辩友告诉我们，检察总长、总统直接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可能会有问题，可能会有政治不中立的问题。那大法官也是总统提名、立法院也是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为什么这个就不会有政治不中立的问题？好，姑且不论从大法官任命他方的这个机关首长到底会不会有政治偏颇或者有政治力介入的问题，好了，那我们要质疑对方辩友的是，为什么例如说像调查局局长啦，或者是像例如说司法院院长啦，或者监察院院长，这些也非常需要就是公权力公正，或者是需要不需要政治力介入的这些，也是非常位高权重的这些首长，对方辩友就不质疑总统提名，然后直接任命他的这个正当性呢？照对方辩友的逻辑来讲，所有是由总统提名的这些机关首长都应该要被怀疑，都应该要就是怀疑他做事不公正、有政治力的介入才对呀、啊。好，另外一个是，对方辩友告诉我们说，现在因为检察官太忙了，所以他可能会有就是效率缓慢啊，然后就是案件会什么犯人会在这个时间内脱产这些情形。但是现在我方告诉大家说，那我方就成立一群专职的，就是专门调查廉政范围案件这些检察官来处理，来解决现在有的检察官没有专职廉政没有专职调查廉政案件这些人手不足的情况，好吧？那对方辩友刚刚拿出一份就是有点有趣的资料，告诉我们说，每个检察官都是一个独立机关。那首先我方要质疑的是，这个机关的定义到底跟我们现行的这个检察机关的定义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就是依照独立机关的定义，它应该是有一个就是人事权、预算权独立的一个合议制的机构。对，那这个定义跟对方的这个检察官这个独立机关的定义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我觉得对方辩友可能是误解了机关这个东西的定义。好，那再来，对方辩友如果硬要揪说好了，每个检察官就是一个独立的机关，好了，那我方在刚刚有一轮质询答辩里面，当对方辩友承认了，他们在这个独立的机构里面，他们这里面的人员，他们有独立的民事起诉权，他们对方辩友承认了，他们就是检察官，只是他们不叫做检察官，好吧？既然这样子可以，我们把这个逻辑套到我方来看看好了，我们把这些廉政检察官改名字叫做廉政搜查员好了，怎么样？这样就不叫检察官了吧？他们就不是独立机构了吧？好，那就解决了对方辩友就是质疑我方检察官是个独立机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根本就是非常奇怪，不管是从机关的定义，还是从就是这个名词上的一种就是玩弄文字方面来看，对方辩友质疑都是非常奇怪的。好，那对方辩友
你就说了，这个我方可能会有，就是没有一个代表性没有权责分明的问题啊，然后这些检察官可能就会随便做，然后柿子挑软的吃，在立法院被质询的时候，可能就会推诿色泽，然后就前拖之类的。但是在我方刚刚就好啊，那我们就来成立一群专职的廉政搜查员，好，专门负责这方面的案件。以后就是这些廉政搜查员来对这些廉政案件负责啊，谁没有就是为什么我方的制度下没有负责问题？有啊，就是这些人要负责，做不好柿子挑软的吃，案件拖太久就骂他们嘛，就找他们嘛，就他们的错嘛。对啊，那这样根本就照这样子看来，根本就没有像对方辩委一样成立一个专职机构的一个需要性，这需要性根本就荡然无存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合题性，就是我方非常多次举出这个世界银行的治理与反贪诊断标准，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标准有14项，对方辩友做到的只有第9项的执行力而已。对方辩友一直很坚持地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改变其他的现状，他们觉得其他部分都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14项的指标，对方辩友只做到1项的时候，当他们要怎么的，而且又这一项又不见得可以真的做得很好，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这一项的时候，对方辩友要怎么告诉我们，他们要提升台湾的就是青年励志啊，然后反贪的一个就是正义的宣导，根本就不会提升嘛。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对方辩友的合法性问题，就是在这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支援法之中是有违法情形的，就是跟这个法官有跟这个法律有违背的，谢谢大家。请正方二辩上台。当然有啊，我们有解决必要性，就是要让台湾变成一个励志青年的国家嘛，对不对？嗯，很好。那对方辩友，那请问一下，如果上级有干预的问题，你方要不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嗯，要。但是你方目前提出的制度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好，对方，那我们可以往后再解释。那对方辩友，请问你要用哪种方式来解决这两样问题？什么问题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吗？贪污的问题你们要怎么解决？上级干预的问题你方要怎么解决？我方就成立一群专属的廉政搜查官嘛，他们就可以负责您方现在的这个独立机构的这些案件，就不会有检察官太忙。那我想先请问一下，那到底您方跟我方制度有什么差别？差别是在于说您方跟我方名字不一样。差别在于一个是独立，一个是不独立，而且没有必要成立独立的机构。庄辩友，你觉得不独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必要成立独立机构。庄辩友，那你要告诉我，今天如果不独立的话，它有可能产生问题是它上级干预，那你方要怎么解决？庄辩友，在您方的制度独立了之后，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庄辩友，我想请问一下，您方检察官如果上级干预怎么解决？调查局长如果有上级干预，您方要不要改？庄辩友，这里应该是您方要告诉我说，现在正方之所以要改制度，就是要解决现状上的问题。我告诉你说，今天叶生茂隐匿公文，爱格蒙组织的公文隐匿之后，还一边阻止下属继续办这案件，而且还交给陈水扁这个公文。对啊，庄辩友，请问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庄辩友，您方怎么解决？我方要怎么解决？庄辩友，这是我的问题。庄辩友，所以我们发现今天的辩题非常简单嘛，您方要做的事情跟我方都完全相同，对不对？只是您方所说的只是不独立嘛，对不对？那庄辩友，你到底觉得独立的定义是什么？庄辩友，这个应该是你方告诉我吧？庄辩友，你告诉我说你要跟我一样，现在是您方告诉大家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专职独立的机关，但是您方要告诉我们，你不知道独立的定义，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庄辩友，我疑惑的是说，你告诉我说你今天跟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我是独立，而你是不独立，那我疑惑的是说，到底你的地方哪边不独立？什么叫哪边不独立？就是他没有人事预算权独立啊。哦，然后就是现在，他们现在在你们的情况下，你们是没有预算的。所以你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没有预算，对不对？没有预算，有预算，每个部分都会预算。你们有预算，然后你们又有发，你们又有，那你们有发文的权利。庄辩友，应该是您方要先告诉我们说，您方到底要怎么解决预算跟人事不独立的问题？庄辩友，我已经跟您没有提出来。庄辩友，您方怎么解决，我方就怎么解决，好吗？庄辩友，我现在庄辩友，你不要一直跟我打死胡同，我现在只是很简单的问你而已。如果说你现在认为说我们双方的差异点叫做独立的话，我是很简单的问，那到底你觉得说到底独立是一个怎样的东西，所以你才会觉得我们不一样？你总要告诉我一个原因啊！独立不可能只是单单一个词吧，对不对？我们现在有一个法条告诉你，这个是我看一下，这个是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里面第9条告诉我们说，业务可由现有机关调整办理者不能成立。
不得成立机构。对啊，没有。现在林方啊说，检察官可能太忙，不能办案件。我方成立一个专属的廉政搜查员之类的一个机构，可以解决林方这个问题。所以说，你们今天的制度是说，你们会再立一个制度，立一个官署。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啊，立个哦，对啊，没有说到官署的问题，我要质疑一下。对啊，没有，你先官方的名称是官署，官署跟独立机关是有差的。对啊，没有那个点，我得对啊，没有，你可不可以只单单就这个点？我想请问是说，您是不是真的要有一个官署来去做这件事情？不是，不是。不是，那你对啊，没有，你又跳动立场，你跟我说你今天跟我一样，没有，我本来就没有成立官署，我是在现有的检调体制之下成立一群专门就是办理廉政的这些搜查官，这样对方没有，您一直追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啊。对啊，没有，那先请问一下，那林方有没有独立预算？有吗？对不对？没有啊，没有啊。你现在跟我说没有，刚刚跟我说有，现在就说没有，我本上立了，他在现有的检调体制之下。对，那所以说，刚刚表你们没有独立行为的能力，没有独立预算的能力，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啊，没有独立预算，没有独立行为。那想请问一下，如果今天在国民党，他们都是今天国民党的情况下，他就是行政跟立法都在他把持在他的手上。看对，那如果说今天我想要砍廉政公署的钱，是不是马上就可以砍了？中彪，那如果在宁方的情况之下，宁方的大法官也是蓝营的总统任命的，然后宁方这个机关的首长也是这些蓝营选出来的大法官任命的，今天大法官到底是那为什么会没有政治力介入的问题？我方真的不了解。大法官今天在任命的时候，有可能今天一个总统一上任，他不见得有机会任命，这是第一点。在第二点是说，今天一个大法官他在上任的时候，他的任期是8年，跟总统本身任期是不重复的。在第三点，现在一个大法官，他今天他的薪水，跟他的职权是不受任何的人去干涉的。张辩友，在我们现在你这样子看来，我们的检察总长也有相同的特性啊，任期固定，然后不对，对啊，张辩友，但是要你们搞清楚现况，在现况下的检察总长是可以由法务部长任意的换选的。所以对，那是不是你这样还是会有上级答案问题？对啊，辩友，在你放制度下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啊，辩友，你告诉我，这件事情中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需要成立专职的这个机构，就是因为根本成立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是这样。没有，我告诉你是法务部今天会打压检察总长，今天总察检察总长今天从总统向大法官施压，再向这个机关总长这个机关首长施压，有什么不同吗？最后面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个点是说他们今天任期本来就不一样，今天大法官他本来就不会受到上级的压制。为什么任期不一样可以推到就是不会受到？我都没有说这点你还无法理解，没关系，那我们进。好，谢谢你。Thank you.
查庭比赛，我越能够了解林山田教授当时的心情哎。这是真的。大家好，其实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廉政是很重要的，肃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为什么一个廉政的政府对人民来讲这件事情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在运行的过程之中能够找到权力上的制衡，不要任何一个可以资端舞弊拿走任何人民纳税钱的机会，希望我们政府组织的透明化可以更加的彰显，让我们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的获得保障。其实我们正方也愿意相信，也希望能够真的如此，宪法上的检察官他都能够充分的处理完他手上所有的案子，他不会太过于忙，他能够充分的让每个案子获得公平的审判以及证据上的补足，我们都很希望相信检察官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但是警闻弊案还是发生了，还是有检察官会在最后那么一刻忘记了上诉，他看不完那6000页的判决书，那是必须他一个人独自完成的判决书，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检察官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当然现况之下，我们愿意相信也有人能够迅速的把一件案子判完，检察官能有能力把贪污所得追回来，我们也愿意相信检察官不是刻意的拖拖拉拉把案子拖到让那个犯罪人脱产，他真的只是太忙，所以汪传福的事件产生了。我们都很希望这些案件都不要发生，我们要相信宪法上的检察官是公平公正的。但是如果今天能够有一个政策，有一个官署
能够让政府的组织更加透明化，能够使政府的利益更加的彰显，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再者，今天反方其实改变了制度，他告诉了我们，希望之下他们可以透过用一群专责的检察官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大家想想看，球员兼裁判的事情还是一样会发生。独立的检察官，应该说他们的检察官不独立，他们还是在行政体系之内。他们说他们没有独立的预算，因为他们不是机关嘛，他们没有独立的预算，预算还是由上级来打。他们没有独立的人士，他们不能决定自己要不要办完这件案件，他们没有办法有权抉择，他一定要把这件案子查完。我这个检察官在办案件办到一半的时候，反方的现况之下，他们的检察总长还是可以介入侦办。同样的，这个集团的弊案，他们的案件还是透过介入的过程之中转交给其他检察总长信任的检察官，于是案子就不了了之。今天我要在独立新闻的同时，我没有办法透过我这个机关的名义去搜查证据。我这检察官即使搜查证据，如果还是会受到法务部的打压，我还是没有办法跟调查局进一步做配合。因为你在反方的状况之下，只有检察这个体系是成为独立而已。那就这个检察体系只负责专责而已。但是他们的调查局呢，还是一样有行政体系内部的人。他们的调查局的廉政处，他们的政风司，依旧还是可以不把自己侦查的证据呈交给他们的检察官。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都知道权力制衡很重要。但是如果今天反方要想要透过这样的改变方式，跟我方的独立官署达到一样的目的，我方认为是做不到的。为什么？今天他们质疑我们的地方是，在我们的改变制度底下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法官的大法官任命权，他还是有受到行政力的干扰。但其实不是来自于谁任命他有这么重要，而是在于我这个任命你的人，到底有没有办法剥夺我任命你这项权利？我有办法在任命你为大法官之后，这八年，我今天随时要你不当，你就不当，只是因为你独立的行使你想要侦查的一个过程，不可以。这剥夺部分，我方不会产生，也不会有检察总长介入的状况。为什么？因为现况下任命的大法官，他没有办法有所谓的手段。就是所谓的支配的权利，可以去左右案情的发展。可是在反方的制度里面，还是会产生这样的状况。我们希望的不只是能够让检察官成为英雄，成为最有能力的超人，而是我们都知道，检察官的心不是铁打的，他再怎么厉害，也是会有忘记的时候，还是有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希望成为那最后一道防线。大家好，让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正方制度呢，它到底在什么样情况下可以成立？今天按照中央法规标准法告诉我，如果业务上改善或执掌能够在现有制度解决的话，厉害能够在现有制度解决的话，我们不应该新成立一个新机关。在中央制度标准法第九条，简单来说呢，正方最低限度要符合这个法条，是正方的利益点必须是现况下制度所没有办法达成或是没有办法改善，他方才能成立。第二个，他方要告诉他方成立这个东西叫做廉政专属机构之后呢，他能够抓到更多的贪污，或是能够把我们这个整治肃贪的效率能够更好，他方才能够成立。好，那么看一下他方的需要性，他们三个需要性在我们刚刚前一轮的质询答辩或者是整场比赛呢，事实上已经整理差不多。唯一差别在正方坚持一点说，现在我们事实上就是其实两边的体系都差不多。差别在哪里呢？是我们现在的我们所谓的廉政搜查广播检察官，就是事实上他是由检察总长来指派，那他方认为这样受到检察总长影响。而他方的这个所谓他里面的那些调查叫做这个廉政的调查员呢，虽然就有检察官权力，但同样也是由他们机关首长来指派。所以简单来说，他们认为我们的检察总长很黑，会听行政机关的话不办案，而他们的机关首长就很白，能够
遂行这个所谓这个正义啊肃贪的这个功能。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那简单讲，就是简单讲，双方的机关的效能完全取决于这个头头所能所的操守问题就对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哎，今天像我们检察总长的情况下，对方告诉我们一大堆现在检察官出现问题，但现在检察制度可能是有点问题。那这是不是要透过一些现况下检察制度改革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而对方想要这个解决的弊害的方法，居然是成立一个跟现况下几乎一样的几乎一样的一个机关，只是差别是他们遴选的方式，首长遴选的方式不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遴选方，这首长遴选方式不同，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机关能够有更好的效率？我方刚刚已经解释过，检察总长他是有任期制，就像比方说现在检察总长陈聪明，虽然这个蓝绿双方都对他有点意见，认为他这个人太会做人，很油滑。那事实上，因为他有这个任期制的关系，所以立法院跟法务部长拿他没皮条，他就只能自己在那边等这个案子办。那他方的这个首长呢？他方也说也是一样，有这个任期制，这个任命他的大法官没有办法办他。那他方又说了，因为这个现况下检察总长呢，因为呢他是这个总统提名的嘛，所以这个难免会受到这个政治力的介入。那这时候我方就怀疑了，他方的这个首长是大法官提名。其实我们其实想想看，现在的政治生态啊，司法院总是会有蓝多绿少，或绿多蓝少的事情。那这时候，假设虽然现在是国民党主政，但是如果现在是绿多蓝少的话，任命的他们所谓廉政机关的首长，那很显然应该就是个绿的。那如果就是个绿的话呢，那很显然他的办案也会有这个，可能会有这个政治力的介入。他们怎么能确保说这个指挥体制一样，但这个提名方式不一样，就能够完全避免这个现况的问题呢？这方不了解。在他方说呢，他方解决这个调查局的问题，他们觉得现在调查局就好像是总统养了一只狗。这样叫过来，他就汪汪，然后把资料双手奉上，这样子。因为他方认为这样，因调查局会这么卑微的原因，是因为调查局的局长的升迁任命跟总统很大关系。但是我方不得不质疑了，他方的情况下，会不会大法官叫一下他的廉政机关，那廉政机关又像一条狗一样汪汪跑过来，把这个资料双手奉上，搞不好这资料上是查到大法官身上的啊？他方怎么觉得这个情况？只要你的机关的任免会经由一个机构或是一个人来决定，事实上就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只能藉由所谓法令的限制，尽量把它公正化，才能够解决这个情况。但他方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大法官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还是会有是带着女生去旅馆，然后说他上厕所。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呢，在双方面试一致发言，谢谢大家。欣赏完双方精彩比赛，接下来欣赏更精彩的裁判讲评。首先有请辅仁大学的张文清学姐为我们讲评。台下两位裁判，然后长官还有双辩席，大家好。那由于待会会有下一场比赛要开赛，所以就简单的说明我对这场比赛的看法。那我也不会交代任何胜负，只是我会提醒双方辩士，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要我从我手上拿到这张评分单，你可能必须要尽到哪些责任。那其实这场比赛非常的简单，这场比赛的攻防，正方想解决问题有两个，我把它归类为两个，一个是事情太多，所以导致事情做不好的问题；第二个是上级长官压力太大，所以无法处理的问题。那同时间，反方对于这样子的攻击现况有没有任何的防守呢？其实是有的。反方的做法就是告诉裁判说，其实对于这种事务太多的部分，我有成立一个，其实就像你们说的，我让他专责来负责这件事情来处理。那第二个，对于上级长官打压的问题，你们认为其实双方都一样，所以对我而言，这场比赛取决胜负点会很关键，在于第一个，双方对于所谓的行政事务太忙这个问题能不能好好的被解决，双方是不是其实是站在同一个立基点上。然后第二个关键在于是，到底双方谁的情况之下，上级长官比较不会被打压。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很关键的比赛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法方对于正方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攻击，就是我们在辩论场上常常会说的和题性的问题。我刚才认真的问了一下主办单位，大会对于这次辩题的定义，到底廉政肃贪这个中间有没有顿号？它是 off 的关系吗？就是你们要讨论的是廉政目前现行有的廉政委员化
委员会下被交办的业务速摊这个部分，还是其实你们是要证明完全程命题的，两者都要证明。那这场比赛这个也会影响到我的判准，原因是如果一旦我认为认定正方其实是不合体的，那么其实后半部的比赛你的论点即使利益成立也不会赢得我手上的评分单。不过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不会说，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这个部分是正方一直搞不清楚反方为什么要你去说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不过你们大会这次是没有定义的，我也不了解主办单位其实是希望你们讨论哪个区块，可是看起来如果现况是有这样子的制度现行在运作的话，会独立专责出来，以及目前我们台湾的一些政治现象，我猜应该是要讨论 OFF 的这个关系，但我也不会介入这样子的判定，看由厂商公方而定。好，那这场比赛当中我刚刚也说了，对我也有一个东西是很关键的，而且我觉得这是双方今天说不清楚的，就是到底大法官的任选是怎么样的一个进行的方式，这个方式也会影响到究竟他会不会受到任何政治力的影响，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关键的重点。但我要说的是，我觉得反方二辩的学弟在结辩的时候，最后这一波攻防收得很好。不过结辩嘛，就只会结辩加分。我觉得这攻防收得很好的地方在哪里？他把简单的大法官的这个普遍的现象分成蓝跟绿两派，也就是说，凡有蓝、凡有绿、凡有政党色彩，必有政治力的介入。无论今天执政党是谁，你心还是偏的。最后的打法嘛，终极打法。虽然我觉得这个讲法也是他很。当然是很诉诸于一般经验法则的感觉，但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像尤其是东吴大学今天面对法方这种类似型打法的时候，都比较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你们没有办法拿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料，或是要求反方做进一步比较深刻的讨论。那我在结辩上面肯定帮你加分，那帮你加分会不会影响到最后比赛结果，我也不会说，有机会看评分单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关键的情况之下，其实正方面对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能，你们能够好像做的比现况这种，你们举出来这些骇人听闻的一些种种受到行政首长打压的状况，我相信你可以解决得很好。可是关键在于是，那在大法官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那会成为整场比赛我最重要的判决的依据。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相信待会比赛结果结束之后，欢迎再讨论。后面还有两位裁判，谢谢大家。